没想过会痛这个。哎，我们要帮圆圆一下，来喽。太丑了吧！你都叫我怎么大肉圆？哦，这么设计，镜头大肉圆，啊，你是什么星座？大肉圆，我是天蝎座。OK， 那你的身材是怎么样的展示呢？哎呦，大肉圆，你这个不叫大肉圆，内衣吧？谁叫大肉圆？这为什么你穿内衣在录外景节目？这是什么颜色的内衣？对啊，没有啦，那个是因为他当时说等一下去玩水穿在里面，我不知道会脱，然后我那时候吓到，突然要我脱，几个不说话，全都不敢讲，就这几个人默认的在看。没有，他们我觉得他们会傻眼，是因为我的那个泳装太丑，我自己觉得他们不是因为胸部、哦，所以这是泳装、啊，这是泳装啊，对，他是泳装啊，这不是内衣啊，宪哥。有多尴尬，然后汉典是用斜眼在看，偷看，对对，汉典是这样，只有 K 的是 K 的直接是，那叫大肉圆不为过啊，没有啦，康哥说我的脸大肉圆，是那个，那你这个节目之后40万的粉丝涌入，对，快50万，哇塞，哇，有这么多粉丝，就我们第一次上节目是上国光。对，我觉得是国光帮我，因为我上过国光之后，然后我就工作很多，所以我要谢谢康哥还有国光。好，那个时候上国光是可能性女孩是不是？不是，他特别来。他们那天是要什么真假奶啦，就是要什么。哦，我们有做这种节目，有就是见的才演的，真假奶，就是要我穿超。分辨真有啦，对，四个女生没有，我绝对不在。对对对，这一集我不在。是，哎，真的那一集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就是网友很难伺候，就是有的时候你穿的太露，他们要骂。嗯，然后有时候你穿得太保守，他们也要骂。嗯，那你怎么办？啊，我很玻璃心哎。怎么样？因为我每次都被人家说什么只会靠露奶啊什么的，不露奶会死吗？超常被讲。哦，每次话太多。然后我有时候没露也被说。你怎么不露？不是，你露了会死吗？不是，会说胸大无脑。我想说，我都没露奶了，到底哪里看到是我的胸？这样。嗯，旁边你的 image 太深了。是啊，对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看他，请看。哇塞！哦，这个有点厉害啊！哇塞，可以耶！这个跟今天完全是不一样啊。嗯，不一样感觉。气质不同。其实你这一套特别适合上国光。嗯，这个是因为我那个上完很大，然后我发现就是被网友说我那一套比基尼很丑，我才另外去找的比基尼这些，立志在比基尼界重新站起来。是，我这个还蛮可爱的。哎，可是这个青春洋溢啊，上综艺节目这个很危险。对啊，就是都会掉，这个很容易掉。像某一些张立东啊，什么丰田那一流，他们就讲，哎你们哎呀，怎么不好意思啊？是他勾来勾去的，来下一张。哎呦，力挽狂澜哦！你这是渐层色，很脸深的吗？嗯，都是脸深的，可是还是很常被骂。被谁骂？网友啊，脸深也被骂，这样也要被骂？没有，就是只要有露一点，我就被骂超惨的。那你今天这样被骂？就是网友都不知道我们是因为是那个制作单元贵叫我们穿的。哦，今天要马上进行立冬圆圆丝袜套头拔河。这个是为什么都有我？要拉一下，我们下次要套啊。对啊，不然呢？难道录完再套？哦，这好紧，哎，这太紧了，这谁买的？不是，还卡一半，根本进不去啊。下面上来，没有，我问拉开，我问拉开，进不去啊。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好，可以了。哦，刚刚可以。谁？你是谁？张一彤，你没有耳朵。五个人，这个真的好紧哦。对啊，来吧，我有点看不到你啊，圆圆，圆圆来吧。没想过会套这个。哎，我们要帮圆圆一下，他那个力气没办法把它撑开。看不到你是干什么？没事，想偷摸。你用两只手放哪？来喽。小心不要抓到脸。难怪我们看一下。你们两个可不可以这样？变向镜头，变向这样拔。可以拿麦了。会吗？你戴上很像熊熊哎，好像熊熊哦。哎，难怪你会挑，这样拍婚纱会中哎。预备，开始。太丑了吧！也好好笑。停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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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要放在下巴，下巴下巴要的。来来来，小心小心，来。OK， 其实你很漂亮哎。怎么套还是拉掉有套，真的拉掉，有点可爱。你回去看播出就知道。对啊。你是鼻梁淤血是不是？他都会了，我觉得好痛哦，我都会磨到，会磨到。哦，哎，下次选一个好一点的啦，真的买大双一点的。我跟你们讲过几次，太紧，好不好？尤其是我穿过的最好用。风险，辛苦你，辛苦你，不会，应该是好看的吧？对，好看，当然。所以说我们才说他根本不是一个什么花瓶，是。而且他穿不穿泳装，其实也不光女网友的事情。以他的这种态度，真的有资格走跳综艺节目，是不是？几位，我们继续。学长，怎么可能每次都你赢？学长都在睡觉，而且大热天还包全身，跟你什么关系？想死啊！那么久不接电话，现在可以讲电话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真的是跟你姐一样傻。你在直播上画歪眉毛，你看一样左手拿杯子啊？到底要喝什么？快决定啊！你知道我喜欢少爷。废话，这都看得出来好不好？哎，手机怎么在我包包啊？阿邦那么爱捉弄我姐，哪有像你这种学弟一直欺负学姐的？学姐，你肩膀这么重，来，快把我弄掉！哎，我现在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，根本是看我。没有，再给你们喝。吃坏肚子，那很严重哎。